来放 BGM。哇，好香啊！上次哦，我啊，对不起，刷的你不会，对不起，我在找 pad。人家一进来说这么血腥，啊，你开了呀？我开了呀，这么快？我也开了呀，啊，这么快？我刚说了，我开了。就你墨迹人。呀，你赢了。我第一局喝。就喝了多少？你跟我亲亲，我就给你。他不给你连麦吧？那我不给你亲亲，我想看一下你的那个头发。我头发咋的了？那个小爱亲我。Hello。嘴巴怎么了？别问，问就是被李慧揍了。羡慕吧，500块钱给你扎一回。真的500块钱太贵了。为啥？你别动我手机，别。不行，50。我下吧，别问，问就是被李慧揍了。50。哼。哼。在我房间呀、啊，我在哪？得意了，我跟你说，这边有本书包叫李高，也超可爱。得意。晚上好呀，谢谢你，我妈揍李慧。舅妈。哎。那个。哪个？在你右手边。右手边哪儿啊？这个。对。OK。干嘛？看我干嘛？哇，好香啊！李慧在那边开始捣鼓他自己的，想得美。对，捣鼓他自己的那个。想啥呢？那么美。啊、哦！你不调参数吗？我不调参数啊。他每次都给我开我开长下保就很烦。是吗？我是啊，每次给我下不开长。我每我。我直接就开了。哎呀，李慧，我要杀了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这个玩意儿。哎呀！我杀了你。我刚打开吃的啥炒宽粉炒宽粉晚上好刚睡醒好羡慕小马哎把那个我的外卖给我一下为什么叫小马弟因为你不靠谱我还在准备呢好烫啊这个就是炒米粉起来吧你嫌大赶紧挂嗯娘娘你手链下巴怎么了？没时间说话。就是被李慧揍了。我现在还没时间说话。粉丝会相信的。被磕出血了。拜拜。就今天在迪士尼看烟花非常快乐的时候，然后就李慧推了我一个距离，然后就下巴磕地上了。哎呀，粉丝会相信的，粉丝你的粉丝冲了我。拜拜。我来聊。你的粉丝冲了我。行，可以可以。我们其实是长痘的朋友们。拜拜。吃的炒宽粉，好好吃啊。是吧？很好吃。嗯。你家点的一家吗？没有，之前他点过，然后吃了两口，觉得还不错，就吃了。一堆，嗯，看我戴哪个最好看？戴兔子，兔子耳朵好看，兔子帽子，嗯，很适合你。放的啥？怎么这么悲呀、啊？怎么又是悲情歌？我特别喜欢听悲情歌。嗯，换一个吧。真的假的？嗯，我很喜欢听那个。嗯，炒宽粉。隔一间可能一整天没见着人了，回来低着人就蹭，很乖。今天真的我拍了好多照哦，也拍了很多视频。就我们一去，不知道为什么一下时间就过到下午了，感觉都没干啥，是吧？嗯，我觉得也是，感觉时间过贼快。在我自己房间。嗯。我吃那个什么，我吃馄饨。今天没拍很多 vlog， 应该会。舅妈吃那个炒米粉，应该会跟之后的一些小日常很好吃那个剪在一起。是我推荐给舅妈的。下巴咋了？被李慧揍了，被李慧揍了。嗯。啊，帽子好看。我每个都戴。
那你现在帽子吗？帽子真的好看。现在这个那兔子耳朵很好听你的。你爱戴啥戴啥，我乐意管你。谢谢荧光棒。分享一下什么？哦。李慧真的就在这边墨迹，对着镜头。我已经开了，我已经开了。嗯。听不清吗？听不清我说话吗？晚上。你是不是因为离手机太近了？啊。是的。近吗？你手机怎么能自己立住啊？没有啊，他在这个淘汰。哎呀哇，好牛啊！谢谢林娜莲本人的秋天奶茶。每次对，其实我也挺罪恶的，朋友们，说实话。现在我一会儿吃完，明早上起来喝西梅汁。我昨晚上喝了西梅汁，半夜那肚子一直在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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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kay. 咕噜咕噜。那刚刚可能就是堵上了。Okay. 西梅汁，但那西梅汁味道。特别像小舅妈吃麻辣的东西，特别像板蓝根，说不出来那玩意儿，我觉得有用。我明天再发迪士尼的照片吧，我先整理一下。我也明天发，朋友们，我也明天发。学人精，学人精，我乐意。今天肯定修不完。我已经修完了，排队的时候修完了。原初人家，你原初之初你在车上修图是谁？玩的开心，我都已经摁的超轻了，我可是按的超轻，你们居然说我模糊。嗯，西梅汁干嘛的？就是促进消化的，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大乌龟叫奥勒米拉，我才知道是因为温温推它，温温喜欢奥勒米拉。赵老师，他买了很多。问你21号上什么 unit？ 受理人。受理人。朋友们，我21号劫狱者啊，劫狱者啊，22号劫狱者啊，劫狱者。Hello，OK，、okay, 我这会儿立起来，刚才特别歪，斜歪，显露鼻子。我一直管他叫龟龟，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然后后来才知道。给你们显摆一下，等我粉丝多一点，还想再看一次上面，想着吧。啊。你想吃什么？烧焦酱。你自己能打开你就打。我也可以给你拧，咋的？说的好像没有，就你能拧开一样。咋的？拧不开。我拧不开，我肌无力，你不知道吗？慧慧，你左手。你不是帮？要给我搂一瓶。你不是帮帮两拳吗？我打你。就打你帮帮两拳，我平时肌无力。谢谢大象出点奶茶。太做作了。刚刚还叫我妈，现在又帮帮两拳，真的是。叫你妈？对啊，你刚刚说你就是我妈妈呀。你是我的妈妈，你是我的马。怎么我的妈妈？啊，我的口红怎么这样了？谢谢。这是什么形象？你要挨打。翅膀的秋天奶茶和你和的 S 兔荧光棒。没有皇冠吗？好可爱。哎呀，小马，我的粉丝赶快送我的，赶快送我皇冠，小马鄙视我。小马说：“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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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毕竟就做梦都在那么努力，真的是看不下去了。”无语。对，再吃馄饨。哎，我现在想吃我的这个烧焦酱。你这个是假，特别好吃，在抖音上买的烧焦酱。谢谢小马，不是小马，谢谢草间利口的皇冠，谢谢。请我吃饭，你会。三个人一起直播，你直播一个人这样妥当吗？谢谢大。刚刚还在我的直播间，这会儿就跑到了慧慧的直播间，这样妥当吗？谢谢大茄子的闪亮黄光。你会请我吃饭啊？所有闪亮皇冠是你为我加冕。以后慧慧的皇冠都要送我一半。因为他揭晓了我的梦。嗯，这个叫什么？什么棋？拧不动，真的拧不动。给我什么棋、啊？等一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棋？嗯，什么棋安？哦，我天哪，小马！可棋安，亲亲你，谢谢大铁哥，谢谢叶蝶，谢谢。这个也好可爱，对吧？正是大半夜吃播，其实我挺不好意思的。
拥有你会的玩偶亲亲。好、嗯，多么的素质，好甜。谢谢这位，谢谢这位叔叔。你是叔叔吗？你是可可的奶茶。下巴咋被李慧怼了？可奇安很开心，耳朵红了。我不知道，我今天回来耳朵就红红。吃了炒宽粉。我给你们看我今天的，就是我给你们讲，今天收获了很多玩具。嗯，创可贴开，哎，没关系，开就开吧。其实不重要，它就是一个，就贴在这儿，架子贴在这儿。收获了很多。我今天还看了花车，还看了，好，还看了那个，还看了那个，那个叫什么？哦，烟花。我的耳朵很红，就是见到大家耳朵就会很红。嗯，不换创可贴没关系，就播一会儿，一会儿就下了。我看到了我的口红，我的口红。妈呀，这两天吃的有点好开心，多，我好罪恶呀。口罩戴着，不是吃的。但是大晚上吃这么咸，我也好罪恶呀。我特别喜欢可奇安，看我有很多他的。你知道吗？李慧这个人真的很绝，他就是买了可奇安，又买了托尼，还买了谁？可奇安，就是换一个推，就是就像、这个、就像大家去排队一样，就是换一个推就换一条毛巾一样。对，他就是兔子不知道叫什么，他就是他换一个人，然后就换就是换一身的装备，就把帽子换成别人的，然后把玩偶换成别人的，然后去推别人，特别搞笑，好牛！我真的，但是我今天没有排上可奇安，他就去花车了，他没跟我合影。我今天只跟托尼和那个，他是不是酒吧？小龟龟合影，叫什么？奥勒米拉，对，浪。晚上早点睡，朋友们，就要睡，朋友们。真可爱，真可爱。我被他像我今天就是实地奇人，我的饼饼，实地宰人。是王毅的那。那现在实地宰。你知道吗？现在实力仔好像不是花车，我的招财狗，花车都下车了嘛，就是不巡演了。李慧娟居然不认识实力仔，就是说实力仔居然是迪士尼的嘛，我好伤心啊！我知道我在跟你逗着玩呢。你逗我玩，你当我小孩儿呢？你逗我玩，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知道，我从小看迪士尼长大的。嗯，我不信，是吗？看实力仔长大是吗？我不信。你不要没有去跟实力仔合影。你看你还说喜欢，你根本就不跟他合。啊，谢谢东仔的夜。他都不营业，我去哪儿跟他合？啊，没有实力仔，我看花车也没有实力仔。谢谢。他下车了。莎莎的秋天。用发型给你比心。带上公演不让吧？我可以带他上公演吗？好像可以。我不喜欢达菲，我喜欢吉拉托尼。谢谢火锅烤肉。但加托尼他不甜，你知道吗？加托尼他太盐了，也不是盐，就是不营业。这是我跟你们讲，星黛露好心一样，果然他是。你不要，怎么了？我现在好像知道为什么，就现在就是奥勒米拉就很火，小龟龟。然后就是他很甜。比心，然后你跟小乌龟，你跟小乌龟说要做什么 pose， 干嘛？他给你比心，然后、这个、要跟你飞吻啥的。然后我上次见、这个、见托尼，我说你能不能把你的爪爪露出来？因为你手是粉红色的，很可爱。可他就全程这样和那个小龟龟拍照，他不把手露出来，来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他现在糊了。只有、然后奥勒米拉就是一个翻倒超车，为什么？因为人家会营业，因为人家甜。对呀、我觉得托尼也不甜，但他对我很甜，他给我飞吻。托尼就喜欢给美女飞吻，是的。我上次去拍的时候，他也一直和我飞吻。对，他给我飞吻。我观察了托尼，我观察托尼，他只跟好长得好看的小姑娘。我真的很容易忘了我推的名字，他叫什么？可奇安吗？是可奇安吗？不化妆、戴个眼镜那种女孩子，他就不给飞吻。谢谢地瓜摊王老板的十个爱兔荧光棒。他上次也没跟我飞吻。他会剪头发吗？谁呀？托尼吗？不是那个托尼，他是杰拉托尼。不是托尼，托尼，我给你找。我去看儿吗？看了，好火呀！天啊，就是 top 吧，女明星，那排队列队好长，这个太吓人了。这个名字就叫这是大 top 吧？杰拉托尼，好火，就是他，让你们认识一下。嗯，这是托尼。对，贝尔很会营业。天，去看了一下，他脸都绿了，他就是绿的脸。真的是有代牌吗？也不至于，也不至于，就感觉这模式真的跟我们很像。我喜欢的有点多呀。
但是我觉得这个草莓熊很香，就是草莓味。这个钱包，可是我觉得雪梨没更可爱。买了钱包说的好像你能存得住钱一样。怎样？这里就是放，就是这里就是放干蹦的。雪梨买这可爱。你个小小马真欠。嗯。好招摇啊！你看这个叫什么来着？女明星太火了。就是草莓熊的凝视，它的鼻子。谢谢叶蝶，谢谢。有去看新的瑞拉吗？上次见过。说实话，今天都没有干嘛。今天一进女园，就是先排队，排完队就直接看花车。看完花车就是坐的极速光轮。极速光轮出来，差不多就吃个晚饭，吃晚饭又是花车。好可爱。但是没看啊，就去排。他们去排那个冲天暴龙，然后我跟小杨去坐了马拉车，然后还坐了那什么弹簧狗，就错过了花车。然后又去玩啥了？又去玩那个加勒比海盗。在外比海盗玩，又去玩的漂流，然后一直去看烟花了。贝尔长得很像，还被粉丝认错呢。我没卖什么，其实。对，我年卡还有两天就过期了。弹簧狗，我嘴唇还是很上火。买了一个可爱。生气没事。就是小孩玩的吧？那你就坐在那个车上，咣咣咣这样子。环球影城。我刚想骂你，因为他手机有点斜，对，因为我在充电，朋友，就是手机因为在充电，只能斜着。是他的膝盖，原来是咋的？想找机会骂我？原来是得意。还要续年卡吗？我觉得应该要等下次再去的时候再续吧。吃饭的时候一个这个杯子。哦，好好。对的，北京全上应该是全上，但是今天迪士尼有很多偶像。迪士尼最迪士尼可以啊，下个月迪士尼最惊险的也就冲天暴暴龙跟极速光轮了、啊、但是我觉得冲天暴暴龙比极速光轮更加可怕。是，我就不可怕，我觉得很可怕，就失重，就是往上。我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应该去玩那个特别恐怖。不行，我失重不行，失重我会抖，就控制不住是吧？我就很喜欢失重感。来看我们的舞蹈了吗？看见了，红色的很性感，李慧了不起。哎呦，今天就是一天的飘的不行啊，李慧慧。我是飘姐。今天一整天，只要一休息时间，他们就点开那个视频在看评论。不错，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对，希望大家多点赞。对，虽然就第一个作品小马就是没有参与，就是精神上的支持了一下大家。精神上。就是你们半夜练舞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给你们加油。在床上给我们加油，没办法，那会儿在隔离嘛，你们都开始计划了。下一次靠你了。下一次你是什么担当？你是门面担当。你好意思？身高担当吧，我是里面啊，不是，对不起，把你忘记了。我是什么担当？我是演是僵硬担当。屁，我是僵硬担当。这句话你说得出口？我真刷到，我说啊，你那边在 B 站上刷到了吗？我是啊，可以。还好现在充了一半的电了，先这样放着吧。我是什么担当啊？我是什么担当？我什么担当都可以，朋友们，我跟你说。因为赵天，赵天亮，你是什么担当？你是武担吗？他是武担啊。怎么了？你还反问人家？我是后勤担当。科科呀，他是那个叫什么对歌词担当，我是主舞。我跟你说，舞蹈那我这样子，我舞蹈担当跟我这样子，我副领舞，副领唱，行吧？那你可以领唱，因为你韩文好，韩语好。哎呦，谢谢叶迪，谢谢古巴。副领舞，副领唱，然后副 rapper， 副门面，可以吧？看来我们火了，干舞大队。不马就是啥都可以。好可爱呀，我的张彩小马是驸马。还有什么？我好像都给你们显摆过，都显摆完了。北京是不是自己家？达菲和雪莉梅。什么叫什么都不行？舞女就什么都行，但什么都也不是特别能行。妈宝妈。妈宝猫。学 ACE 呀、啊？不是。二十七号。ACE 是全能哎。我不知道有没有也行，就自信一点，我就是全都可以。下个月二十七号有公演，但是
像但是也不是 A C E， 就是要有那个仨性，我不知道。仨妹那个浩然吗？有。今天没戴眼镜，谁没戴眼镜？我吗？你要是七号来，我不知道有没有。还要蹲大型教程。但是我们嘛，今天有公演，二十二号有，二十七号不知道。哎呀，他这个放两圈。A O E 是什么 ？A O E 啊，不知道呀。绑个袋子，什么袋子呀？我还有套路的。我跟你们讲，我真的很浪，就是我买了很多头饰，我看到谁过来我就戴谁的，这就玩笑死了，笑死，真的，就是我真的就是看见谁我就换。等一下，朋友，等我吃两口粉。他们都以为我是他的粉丝，哈哈，其实我喜欢很多个。嗯，但是琳娜贝尔实在太火了，根本就排不上，而且它周边根本就买不到，真的排不上，太难了。万圣节特别公演，有万圣节特别公演，有的有的，有啊有啊，还没定叫什么，端水了，这个也很可爱，那不是剧场，那才不是呢。我跟你讲，我们浪可以浪，但是粉丝不可以浪，粉丝浪就会被标记。你查水表啊？不是，有标记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被我锁定了，在内心里记个小本本。林娜贝尔天选，那星黛露是皇族啊？什么是你们弹幕在说什么？炒宽粉里面有点的是只有炒宽粉，我还点了个煎蛋，放心。什么演出？说几回呀？那个呀？他说几回就等于欠了几个夜点。拿三个打底吧，就等于你欠我三个夜点。就是万圣节，得意来我这撑场子了，得意，快露个脸，得意。三个夜姐给你打个折，行不行？算一个。哇塞，我居然吃了这么多，我好吓人啊！而且吃的很快。对，我主要是没想到我能吃这么多。我也不知道左边右边，我还没学。今天有腹肌看吗？吃看什么腹肌？没有。有新带路粉丝吗？这里有新带路粉丝吗？好。我要黑新带路了。你很谨慎嘛，你还想问一下有没有新带路粉丝？对，我真的，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他觉悟非常好，他就是非常心机，他就。哎，人家偶像觉悟高，你说人家有心机，真的是好难呀，人家。你咋的了？你是新带路粉丝啊？不是啊，我就是抱不平而已。看不惯你黑人家。我没有黑他，但是我觉得有心机挺好的。你这是啥呢？谢谢一个柠檬猫吃的，睡吧，晚安，困的朋友早点睡。吃的是炒米粉，那炒宽粉，嗯，还不错，挺好吃的。就是得意，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发现李慧语文很差。就今天我们不是在一起吃饭嘛，李慧李慧不是，你敢说我语文很差？我语文可好，语文是最好的一个科了。因为语文简单，你其他的可能也学不太明白哈。哎呀，他肯定学不明白，他打麻将都弄不明白。哎呀，是因为我没有，是因为我不擅长赌博，不擅啥呀？你就是理解能力差。昨天打麻将也是绝了，就是很简单的，就花色一样的，一二三，三二一，这连在一起，或者是三个一，一个三，三个一，三个二，就这种都行。他就是听不明白，这打了十几盘了还不明白。没有戏，我也是蛮觉得我带了一个场，我老是想打他。你不是打了吗？他气死了吧？项链，老是夏言送的，国配，谢谢夏言。嗯，啊，没有，他们说项链好看，我说夏言送的，确实不错。我以为夏言在送你礼物，没有。我打麻将赢了吗？赢了呀！我昨天虽然就是没有马玉玲可菜了，可拉倒吧我。我赢了，然后最后就是那个谁把钱给我输光了，气死我了。没有，你可别赖别人，就是你放，你也不太好。你放，后来你一个穷光蛋，我们三家都有钱，就你一个穷光蛋，你好意思输别人？你好意思赢我吗？我都不会玩，你赢了。别说了，我赢了好几块钱呢。你也最后不也输个精光，金库都输出去了。我虽然第二局输精光，但我第一局确实是赢的。没有，夏老师送了一堆，第二局送了一堆项链，也送了一堆戒指。对，我第二局手机太差。打啥麻？打的上海麻将，就是什么东南西北风。他
他们说我打麻将，但是但是风中花是要拿出来的。小北教的，然后。不是这个德系为什么不知道，大家都送我锁，都想锁住我，没办法，我是一匹野马，锁不住的。段璇送的也是一把锁。昨天我又学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德系三我跟你们讲，我就发现新代录不心机了，因为那天我刷了个抖音。那、你看你这个人好烦，你就是美羊羊、本羊。哎呀，你不要把你的人设嫁祸给我。可能我跟你讲，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是什么呢？是因为林娜贝尔在表演节目，然后新代录给他鼓掌，然后粉丝说，哎，本人来了，不好意思啊，我在这边跑火车被抓住了。新代录，你还没有？开玩笑嘛，咋的？玩笑都开不起，真的是。林娜贝尔真的很可爱，哎，我的林娜贝尔呢？跑火车现场被抓，快给我拿过来，让我显摆一下。不想动，拿这个。哎呀，你拿我呢？那个、林娜贝尔，林娜贝尔真的很可爱，他没脖子。拿我，我们俩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他拿我的林娜贝尔营业。那么可爱，这个脸咋了？还给你，我被李慧邦邦两拳打破相了。丢脸。没有，是粉丝送的。我有一个可爱的粉丝送的，我都学了，我都会。我看有谁在啊？太难买了，我去了抢个金光，啥都没有。那个贝尔，但是网上买都是假的。但是就我就打赢了吗？肯定很多那种特别假的，还不拿。肯定没打赢，你看我脸上都贴创可贴了。你自己长痘。快，李慧。你会速速道歉。你是用那个小卡。惠家军不冲了，知道吗？惠家军呢？惠家军待会要冲了，他自己在那抠坏了，把脸太赖我。冲不过。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有什么好生气的？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气坏身体没人替。害怕，我自己去抽。其实说实话，我好怕，我好怕，我好怕我牙里卡辣椒皮儿啊。就有吧，可能。没有，放心了，我都不敢大笑，我刚刚都一直绷着笑的，我就特别怕。现实中抽了他就行了。还好没有，吓死我就特别怕。牙上你就吃完了，赵天元，哇，好牛！他灌下去了，没有嚼，我都没吃完饭呢。人家不行，细节不一样，大只鬼子都是一样。哎呀，迪士尼，他跑了。我看还有啥没玩呢？小马还有两天就过期了，给我笑死！咋了？你还有八天，你好意思笑我？咋的？明天接着去啊？哈，我累死了，我再不去了。最近不去了。嗨。你们知道我们早上几点去的吗？我们早上11点。我续啊，但是我等之后再续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温头说他有人少 buff， 我说我有人，谢谢一个秋天的奶茶。我说我有人多 buff， 他的人少 buff 干不过我，我的人多 buff 真的是太多人了。我每次去都是那么多人，我去7次还是6次的，我每次去都是那么多的人，我烦死了，怎么会这个样子啊？腿都累了。每次都7、8点那么早去干嘛？你要去抢林娜贝尔吗？怎么那么早呀？你要是代购啊，你那么早去。最后一口。我今天真的被我震惊到了，因为我觉得新代录不会有那么多人抢，但是今天新代录一上货就被人全都抱走了，我就很。新代录也没了。是的，新代录就被人就一扫而空。但是总会补货，还好，就是他的林娜贝尔补货都没有。黄牛。我不要拉掉，这是我最后的倔强，不拿掉。拿什么？创可贴。就这样，不拿掉。那我嘴肿了，就是我上火，一直没好。我感觉现在就是我们小偶像几乎都是人手一只林娜贝尔。是的。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个是护士。没事，不用重新贴。我以前都不打开。我讲话动作不太大，就显得不会掉的。
多来点水果。嗯，不会，我就一直摁住它就好了。对，太就是最近太干燥了，秋天，然后我的嘴就上。但大家确实都还挺牛的，听说第一天排队排4个小时才能买到，我不行，我可能再喜欢也不至于到那种地步。我还以为我最喜欢玩的项目就是，我以为极速光轮，我以为不会这么那个啥的，没想到就到现在都还没补上货。当时雄心就让我给他代购一只，结果好家伙，货都没有。碰碰龙啊，不是抱抱龙，那个抱抱龙特别好玩，就是那种失重的感觉，我喜欢玩最刺激的。然后给我无语死的是那个激流勇进啊，不是叫激流勇进，就叫雷鸣山漂流啊。那个漂流真的，最后大家都说没了没了没水了，我就没躲。他浇我一头水，我气死了。你知道吗？我当时跟小杨一起玩，我也是坐在那个位置。当时我以为已经结束了，我把帽子都拿下来了，滋了我一身，我快气死了。然后最主要是我旁边坐一个小朋友，然后他说，妈妈说，你保护阿姨。我觉得你保护阿姨，你保护阿姨。那个小朋友说没事，别怕，我保护你。保护阿姨，怎么了？阿姨怎么了？我就是阿姨。我不是阿姨，我是姐姐。人家小孩那么小，那么小，我也是姐姐。我不管，我就是姐姐。脸真大，就是姐姐，就是姐姐，你才是阿姨呢。嗯，我更像姐姐好吗？你个拉倒吧，你像姐姐，你是大爷。无语，这真的贴不住了，为啥呀？好烦。吵不过他俩是因为他俩两张嘴，他一直怼我。什么呀？每次我们俩就我俩吵，好像说的好像小杨总是帮我怼你一样，拉倒吧你。就是你吵不赢我俩，你站的离太弱。谢谢，丽娜连本人道歉的奶茶用武力，哼，等着等一天我抓到他单人着，抓到谁？抓到他们俩任意。哎，林娜贝尔什么时候能过气呀、啊？当然不是说希望他过气的意思，就是说他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我都没有打过他的造型。什么时候这个世界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秩序啊？就是去排队的时候不用排那么久，然后想买的时候随时有货啊！救命！李慧今天还说我是妈宝妈。因为他老是纵容得意，是纵容得意。还好吧，我觉得他也没有很妈宝耶。没有，他自己说他是妈宝的，妈宝妈。他自己就说得意无论犯什么错，他都会原谅他。是吗？会打他。但我总看见赵天阳打他屁股打得梆梆。你是在这给我唱反调吧？你别下巴怎么了？被李慧打的，李慧打的。你看，你会又在打我。没有，轻轻的。一会儿胳膊上，一会儿胳膊上还要贴膏药的，朋友们。得意的屁股很诱人，屁股呢？得意呢？猫呢？得意，过来，得意过来。哦，还有今天一个小朋友，就是、得意过来。赵天阳不是背了书包吗？背了林娜贝尔的书包，还有林娜贝尔的那个头箍，然后带了一身琳娜贝尔，然后呢，那个小朋友就特别远，就叫琳娜贝尔，就叫那个电影琳娜贝尔，然后我就问那个小孩，我说你不是，我说那个小孩身上一身星黛露吗？我说你不是星黛露粉丝吗？你怎么叫琳娜贝尔？过来嘛。然后那个小朋友怎么回我的，你们知道吗？那个小朋友说，我一天爱一个啊，我都震惊了，我真的很。他理我，他刚刚过来了，但是他不过去，但他现在，他可能看见镜头了，他人家害羞，人家男明星害羞。我真的很爱跟小孩在那聊天，真的。我说我好害怕呀，然后他那个小孩他的妈妈说来保护阿姨，阿姨不害怕。我在逗他玩。好在意，学到他不要把我当逗猫棒了吧？他一直跟着我手走。谢谢懒羊羊的秋天奶茶。前面背了一个小的林娜，我最喜欢就是小羊羊会带狼。我最讨厌美羊羊。听说猫被打屁股会很嗨，这是什么鬼东西？你们当真的讨厌？为什么讨厌美羊羊吗？因为小马是美羊羊。啥呀？沸羊羊讨厌你。沸羊羊讨厌你。我在他的脑海里。李慧，我讨厌你。那讨厌我，他讨厌我，他现在突然怼我。把我给你拍照片全给我删了。他给我拍照片。你早知道就不应该，你就不应该传给他，就应该用这个来威胁他。我也给你拍了呀，拍好看不？你敢说不好看？我给你拍的特别好看，你都发了口袋。发的啥？哪张发的口袋？就是那个，就是特别直男的，是不是我拍的？过来了。
得意。你看他无力反驳，他搁那儿。但是那张我是用来做不好的示范的。你没有比那个更好的。哎呀，好生气啊！那个雪莉梅呀，去看什么托尼呀，他们扳回一局，我们赢了。他们觉得我是女明星，好生气啊！你看你说不过，你还你知道吗？就李慧每次拍照，就是各种那种，就这种，我每次拍照都是一样的表情。你不也这样吗？他像个大鱼一样，面无表情，都没有表情。看我，啊，我跟你们说，我真无语、啊。因为我局促，我不知道做什么表情。然后林慧照相，他们就，因为我们会摆 pose， 你会吗？为什么？我每次就在旁边很局促，你知道吗？去迪士尼，穿黑不溜秋的呢。我就说了，小马就给我们拍照，给我笑死了。而且我们去里面逛街，他就像一个，尤其是温温。更过分，他就像个男人，穿了一件皮衣，我没啥要买的呀，坐在路边等，因为他蹲在路边等，一说像一个等女朋友逛街的男人，去迪士尼，等你们仨，风吹的我，风吹的我，好喜欢，不理解，不理解，真的太不理解。喜欢喜欢，我现在仿佛是八岁，我好喜欢的。不理解，不理解。但是我觉得这些头发平时也戴不了，只能。对啊，只能去迪士尼的时候去迪士尼。谁私底下会穿出去？黑不溜秋。哪黑不溜秋？这不是黄的吗？这不是蓝的吗？没事。挺有颜色的。带着上班。但我觉得太花哨了。温温啊，温温。皮衣皮鞋还带铆钉，我真的无语了。谁去迪士尼会？我今天也穿了一身。他是要去找，你们房间有创可贴吗？你房间有创可贴吗？没有，都给小爱了。那天小爱指甲皮了。哎呀，别贴了。你管我要贴。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床贴没有。小马。什么？那么大的我贴啥？嗯，在那个药箱。那么大，那是贴啥的呀？我跟你们讲，我明天要上，我明天要去上声乐课了。那种就是，然后笑死，跟声乐老师约课都不敢自己发消息，还是我给他打的。老师你好，我是 S 队的李慧，请问老师明天有时间吗？我想上一下，我想上一下音乐课，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熟跟那个老师，我就很害羞。啊，我买过辣妹的那种紧身的衣服。然后小马我也有微信，帮我预约的。我都自己没有买过黑色衣服。哇，我衣服就一片黑白，然后一片也还好，也还彩，蛮彩的。对，那彩的都是前些年买的。我猜明天老师觉得让我给他唱首歌。唱啥？你管我唱什么？唱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舞台，你唱女分词是啥来着？不告诉你。我们最好的舞台。啊，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要继续奋斗。多好听！唱这个，你唱你的更难听。我站在舞台吸引目光，跟我努力向上，管什么想什么看什么，跟我一起唱。我们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要继续奋斗。大家都听不懂，因为大家没有看节目。我去参加的央视节目，我实在是不会唱我这句。你唱，你唱。那句老喊。你唱完就是我唱，来。你唱，我们这三个就连一起。你先。对，我们三个连在一起的唱。什么来着？谁跟你连起？中间还隔好几句。下巴咋的？我们最好的舞台。被李慧打的。明天就上声乐课。我上完了。你明天也要上？对啊。你几点、啊、他上完就是你耶、yeah, 我睡得比你久就你睡得比我久他没有粘性了很烦睡得比我早因为我约的下午四点我真无语对不对是不是很无语好睡吧困了的朋友早点睡没关系我一会儿就下播了对啊，声乐课是一对一的，就是我们有声乐老师，才发私信给他约时间就好你知道啊、你摸我一把干什么？我看一下你的棕色丝袜、啊、质量怎么样？哈哈哈哈哈！又是，
吧，我们一般我们一般就是当时我们学国标的时候就要穿这种棕色的丝袜。我要被气死了，我要被气死了。会不会老师我被气死了，不知道吗？我去海边，我去海边晒黑了，然后他们老说我穿丝袜，我真无语。你刚刚他不是真的穿丝袜，而是他腿黑。哎呦，真无语了，真无语。会不会从我的房间，从我们房间把我的那个美白那个什么拿着，他又不涂，因为我觉得涂了之后他很磨叽，他要给搓掉，还不如不涂。那你就回去搓嘛。你就是为了，那你就就是他很难洗掉，你知道吗？很难洗啊！真的，他要就是拿搓那个澡巾搓澡巾啊。我以前涂美白的那个就是霜，我现在不涂腿了。洋洋看一下，想选想选歌。他刚摸了一下我腿，他说我穿棕色丝袜，真无语了。谢谢洋，无语了，朋友。钢丝球，让拿钢丝球搓。流汗了，我都流汗了，我流汗找不到了，流汗。我现在已经流汗了，已经开始给。百年孤寂，我选这首歌。给李慧整无语了。李慧。啊。这叫你好几句。你那么小声，你能听见吗？这听。你看着我，你肯定能。你干啥叫？忘了。啊，让你拿钢丝球搓。嗨。你咋不用钢丝球洗脸呢？你让我用钢丝球搓腿。真的、哎，你看他们真的。喜欢听副歌。我真的觉得，我真的给他们点颜色，他们就灿烂了。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太灿烂了。等我给太好笑了，灰灰。给我整会不会就是在你们面前他收敛，把这个挂了，天天在怼我，说一句话怼一句，说一句话怼一句。哦，我可不敢怼姐姐。滚呐！明天要上课就早点睡呀，朋友。洋洋姐姐呢？好馋、啊。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今天晚上睡着我暗杀你。反正我不说梦话。你在唱歌吗？没有，是他先拿，他先怼我，你听不见？你都没有听见前因后果，是因为他先怼我，再怼。是平时偶尔是皮肤的。我好想这段歌词。小马今天早上来这个房间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一句：“有你穿这个裙子冷不冷啊？”你就在旁边接了一句：“你管呢？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关心人家没关心你，关你什么事儿？你爱关心不关心我，也不用关心。反正你有棕色丝袜保暖的，无所谓。无语。这谁的 cover 不知道？家人们，一个男人唱的，我真的叫，嘴累了，叫苏伟小残。打完，看一下洋洋的歌单。拿捏理会了，反正我们没有棕色丝袜。你们有啥？你们？我这没什么歌单，我平时不听。你干嘛？你的表情干什么？我想怼你，但我不知道从何怼。哈，怼不出来吧？我实在太完美，我告诉你，李慧。古装 OST， 我还清醒。不是你能，不是你能怼出来的。爱我，你怕了吗？哟，看这个，小贝快看，我有冰冰。李慧，小贝，我有冰冰。不理分的，你叫什么？没事。没事。没事。嗯，没事。没有看到弹幕。你好，你的 CP 是谁呀？早晚有一天暗杀李慧。姐姐怎么跟你说？早晚有一天我把你的棕色丝袜扒下来。这有点可怕了。林娜贝尔是你的 CP 呀、啊，你们 W 贝呀、啊。W 听什么歌？来听电音，听一下这首歌。哦，这首歌啊，好血腥、
你休想贴背。这首歌我跟你讲，社交都有社交牛，社交这不是抖音上吗？每次你就看过贝尔吗？每次抖音上听见这首歌，全是那种，就是一个人从相识，然后再到被扎的那个全过程。但是我每次都会看，因为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故事有意思。你见过他本狐狸吗？这你们没看过吗？就没看没刷过这音乐吗？我总刷了这音乐。就全都是一个聊天记录，刚开始是哎你好我是谁谁谁，然后怎么然后说你要什么吗，我给你带，什么时候我们去看电影，怎么样，然后告白，然后在一起，然后后来又是那个人给那个人发消息，那个人说嗯，然后这边那个人给他发言的嗯，然后怎么就分手，就那种全是这种类型的。我找不到了，后来发现是买减肥药的。哎，我今天买了个头发的穿沙达的说唱榜、黑胶榜、古典榜。哎，这个是网易云啊，搜一下我，听我去。让我来翻箱倒柜啊！我给锁了。找到了。武侠梦。哦，我跟你们讲，今天我抽盲盒，就是那个喝的盲盒，抽到了、这个。哎，听那个谁的吧？冰冰，好可爱、喜欢沙一清。然后还买了冰冰的这个。要练歌，而且还得练。我今天也可以早睡、这个，因为今天又累。哦，对，哎呀，受不了了。就是早上好，为什么早上好呀？是啊，好可爱。我知道你有粤语歌吗？还行，我粤语歌听得少。也就几十条感觉。哇，真的很可爱。当这世界没有花。现在已经几百条弹幕了。太快了，冲秒发弹幕。你们再去，好啊，我们一起再去。等不忙的时候可以一起去。你是个小孩子和他的言表情。是一蝴蝶队，听了。所以你睡了没？所以你睡了没？希望你睡不着。是一蝴蝶，我当时谢谢一个圈的奶茶，得意吗？一岁多。我当时是看一个，我磕 CP 嘛，就当时我看我磕的一个 CP， 他们剪辑像剪了《是一蝴蝶》这首歌，后来我就收藏了，发现真的这首歌很不错。好饿，没吃饭了，没吃饭。睡了没？下面怎么是这长痘了？长痘了。今天有很多。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个两年前吧，两年前的事儿。主要是我在那会儿，就是那个剪辑真的好绝，封神了，救了命。我就在那儿画口红嘛，然后菲菲前辈说会会，我当时很震惊，我看到他了。感觉熟悉的声音，但是我又没听出来是谁。我当时一看，我感觉我妆都掉没了，救命啊！眼妆一点都没了。你又来了，陪我打的傻蛋。B50不是，其实是爱听分会场，我也是。去跟他看他现场之后，发现他的歌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但还好我听得少。有机会我也要买一个迪士尼的年卡，这样就可以。早点，那个谁很喜欢。我说好了，我们下次去的。Red Lips 是我听他的第一首歌。这首歌我很也不是很喜欢，就是当时有段时间总听。你只要崩溃，我的心欢迎你光临。而且他们说下次不用办，就直接去他们运动仪去玩。因为我从来都没玩过很多项目，就是我一般都是去拍照，但是我还是很想玩项目。感觉很多人。好想说 rap。我好像玩了加勒比海盗，什么？干嘛？你怎么这种态度？怎么了？慧慧？玩加勒比海盗了吗？
梦对 I want a feeling your feeling 直接让我崩溃我的心欢迎你光临比你更加般配在夜里弹奏着钢琴 You come to me I love you 不行我不敢在谢老师面前说 rap 因为他会吵也不是笑我就是我不好意思虽然说咱们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在他面前唱但是就是不好意思想一下明天什么时候上明天晚上吧有钱人鼻子像他看你是七月份的尾巴像去年讲我想起来了去年是公司带我们去的不是你不是好像是给我们买的票呢还有很有时间等长大我是未来 rap star 脸皮薄脸皮薄孙敏和赖子是约我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空在吗他们说他们有快速通道别人有漂亮你的吃鸡让我崩溃我的心欢迎你光临没人比你更加般配在夜里弹奏着钢琴啊I love you 我的心欢迎你光临在夜里弹奏着钢琴 Come to me I love you yeah 他们说奶味 rap 其实就唱的不好说唱个小奶音其实也就是唱歌唱的不好才用小奶音来夸的朋友们下面谁直播都看就有时候他认识人比我认识人都多我每次说他每次都在说谁谁我说谁然后他说那个谁谁谁我说不认识啊牛这次站位好牛但我上次不是有一首歌没上而且不是有用你的吗而且我想重新复习一下让我看看你什么漫画我好可爱呀我老是想给大家展示哪有你可爱呀慧慧你就是全世界哇你算你是脸好厚啊我还以为你会说哎没有没有不会不会没想到行儿你没有好不好没有才怪每次被你抓住被我抓住好几次看别人直播比较糊涂晚一点咱们就说夏老师爬墙了对他就是爬墙了不是也不是夏言他不是只看我一个人只怕谁直播都看那他看我们公演吗我跟你说就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有个朋友他平时看我们公演吗他看呀他喜欢谁喜欢你行了吧开心了吧你会真的是知道我在这个团之后其实好奇然后他就下了这个软件然后来看了我拍那个 B 站公演就是然后他现在全团的人他都认识他看贝楚涵看的比较多一点他喜欢小贝啊不是看贝楚涵直播多一点哎呀来首歌我们本来说想那个什么的我跟你们说啊我们三个本来想说本来已经约好了去按摩的就是因为我们心心念念你们心心念念心心念朋友们我们三个就没有去按摩回来直播是不是为我们点赞是的怕不是怕你们想我们就是本来我们是不是应该送送皇冠呢哎呀你今晚上也说梦话吧哎呀夏老师的歌我都没我夏老师什么鬼赵老师的歌我都没听过呀赵老师的歌我也不会说梦话我从来不会说梦话下次 MC 的时候你要在 MC 上说梦话谢谢用来发电哦你都教我了分数赵是谁把这个人拖出去这个人问我赵老师是谁赵天阳你都不认识给他禁言赶出直播间那你们送的都是假的赵天阳你们送的是假的，我给你们讲热门电台，特别搞笑。抖音可以送一个小心心，然后再写上送上什么礼物，然后他们真的很不情愿，最近都会感谢。我真的爱你，谢谢。这是谁的歌来着？告五人吗？是告五人吧？
快来看单子。但是我觉得在骂我自己，还是叫你单子。不是我直播，我按摩可以播，混合按摩播不了。为啥呀？因为你喜欢搓油。哦，对，我不穿衣服。是这首歌吧？我不喜欢。对。台北下了雪，抓紧我才不。监督着。台北下了雪，谁让这首歌？哎，好像还监督的好。你看，这叫台北下的雪是吧？来，我应该让那谁来呀？想去搓澡。去，明天去。哎，明天可以啊。可以啊。台北。可以、啊。后天去吧，我今天晚上洗头，明天去搓澡的话，我又得洗头。台北下了雨，下了雪吗？就叫台北下了雪吗？台北下了雪，你说那是宝丽龙？宝丽龙是什么呀？后天吧。叮叮当，怎么你别太紧张？那么后天下午呗。哦，台北下了雪，你说那是宝丽龙？一旦夜的配色也不配黄绿红。叮叮当，叮叮当，听到我的手音铃声，你别太紧张。送上完了清晨，火热的情人融化了雪人。要加音吗？要夹子音唱，我给你让我来。这个人唱的不行啊！哦，台北下了雪，你说那是宝丽龙？一旦夜的配色也不配黄绿红。叮叮当，叮叮当，听到的手机铃声，你别太紧张。你不讲啊，一点都不讲、啊。这不夹吗？哪样才夹？我给你们夹。等等，咱们没开始呢，等准备一下。哎呀，等等，五，你别转，我给你打拍。等等，哎呀，你要准备多久啊？等等。卡不进哦。台北下了雪，你说那是宝丽龙？烟嘚嘚嘚，粉红绿红，叮叮当，叮叮当，听到我的手机铃声，你别太紧张。这也不够夹呀！夹，我夹天来夹一个，夹昨天来夹一个，夹不了，夹一个。他每天都是夹子，他每天都夹。你本来就夹，我夹。谢谢，拜托了，和我去冒险吧。谢谢没心没肺，快乐加倍的去。他们说东北夹子。啊！你是四川夹子，我的心本来就夹。那个赵天阳是内蒙古夹子，嘴一夹一个，嘴也没法夹。我草原夹子行吗？结义，结义，德义，没听过这玩意儿。德义，你就叮叮当，叮叮当就行。叮叮当。谁是夹子？我都说我平时说话就是夹。听到我的手机铃声，你别太紧张。听到我的手机铃声，你别太紧张。这节奏不对呀、啊。对，不对。你听。这铃声你别太紧张。我刚唱对了。听到我的手机铃声，你别太紧张。不是，听到我的手机铃声，你别太紧张。你唱的跟我一样。你放。听到我的手机铃声，你别太紧张。听到我的手机铃声，你别太紧张。等一下。就是听到我的手机铃声，你别太紧张。不对，怎么不对？这是不对，对不对？我要长一点，我要长一点。听到我的。听到我的手机铃声，你别太紧张。对对对，这个没错儿，这个没错。你在说什么？突然上节奏了，啥呀？嗯，没错儿。还有什么甜歌？你会唱什么歌？东厂遇到西厂是吗？甜歌呀。对啊，小甜歌。你会唱歌吗？会啊，当然了。对啊，来，我给你来个甜歌，让你们震惊一下。好呀。
什么？张天在说什么？他在，我也不知道他在说谁。哎，停、啊，等等，假是小雅直播里唱一个我最擅长的歌，你们听没听过？哎、想抠鼻子，这为什么不能切？来了，我的话筒，我的话筒没有。你会唱吗？我看一下歌词。我要开始了。默默在你的身后守候。明天就给老师唱那个。多想看你唱一段，我唱一段，我也可以唱。瞧不起谁？或许我的心，我比他更甜。我努力让你感动。在你眼中。我不会唱这歌，我只会唱，我只会唱副歌。那你唱，你证明自己。这首歌叫啥？靠近一点点。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大声说出你所有感觉。救命！就没唱过这首歌啊。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能不能再勇敢一点点？不能。就算让我知道我永远只是单恋，就永远单恋着吧。感谢，笑着和你说再见。拜拜。是不是很厉害哦？看吧，他气急败坏了。你别叭叭了，得意叫唤人都听不见。得意，得意，要夹子音，得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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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得意仔，他估计有点叛变失误，说怎么哪都在叫我，因为小宝夹完他不听他的。得意，算了，不叫了。这个真的好夹，感动。什么叫得意？这不搭理我，平时见到我就跑过来了，噔噔噔噔。绝不放弃追逐你的执着。有。只要你能再多些回应我。没有回应。一个小火点。不想笑。全接受。摇头。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大声说出你所没有感觉。别再听，尽管这只有自己的世界，温暖太阳的迎接。能不能再靠近？不能。能不能再勇敢一点点？不勇敢。你就你话多。我也会操着感谢，笑着和你说再见。再见。哼，你以为你以为你是谁？这是一个玫瑰花，这就给你上课看什么叫听。可以，你可以，你们就是老师他给你开完嗓，他应该会让你唱一首歌。我就是唱这首歌入团的，我跟你讲。哎呦，我给你听我唱的歌。我不听，几遍我几遍我。你给我听。就这种感觉。Hello， 小贝又来了，你一天没事儿干就天天看直播吧你。我给你听我唱的那首歌入的团啊。这什么歌？我看看，朋友们嗨起来。哦，哦，这么热血的歌。我是一只猫，快乐的心猫。音乐的符号，你是猫，快来听猫，快来听猫，带给你热闹，一起猫。我没有带走，你快乐就好。我的身体摇摇，嘴巴翘翘，我是快乐星猫，不睡懒觉，身边有。光围绕，闻到快乐的味道，一起大声叫，喵喵喵！我的耳朵听到你的心跳，请你给我拥抱，
心是城堡，舞台星光闪耀，我们唱唱又跳跳，一起大声叫喵喵喵。我是一只猫，快乐的星猫，周围冒气泡，音乐的符号。照相没听过呀，有代沟了。那我们年龄差不多，肯定差不多。你快乐就好，你快乐就好。想不到吧，我上这首歌入的团。想不到，怎么让你入的？不是六吗？现在六吗？就是被我独特的魅力吧。独特魅力，我靠，哎，对。我靠在就是小杨的这个床垫上，就是思考一下，我刚入团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素，就是我看过，我看过，你喝几瓶了？你还一直喝？刚那就是个半瓶。我看过他以前齐刘海，还是个猛。就是我刚出道，我真的入团前真的好素啊。当时叶总对我就是觉得这个女孩肯定改造不成功，但是我想居然觉得我改造不成功，那干嘛还要让我进来？但是他说就隔了半年，他是参加风尚，他说哎，瞬间就觉得洋气了。好像有印象。微笑去泡又蜜又味气泡。我是一、哎、你们挺能播呀你们。这不你在呢吗？你在，你还没有，我们就是一定要跟你对抗到底，跟我对抗，跟他对抗，我的妈，你得对抗到三个点，你们绝对三个点不行，我最多再半个点儿，你还半个点儿，我本来喜欢，咋的？你要下了？真厉害，但是不要下我。结果他这个味儿的一半，但是他这个柚子味儿的特别好，那嘴肿了。哎，为啥？你啥都没吃呢？上火，上火。哎呦，不会被我气上火的吧？知道就好。来，再来一首什么歌？过来啦，得意，小猫咪，他不理你。小猫，小猫，听见我唱快乐，新猫就来。你快乐吗，小宝贝？不是，他就是上火。你快乐吗？你是快乐熊猫吗？甜妹其实特别大只，还好吧，也不是快乐熊猫吗？快乐熊猫，熊猫，就是熊猫。就是有点高而已啦，他一直在晃他的小尾巴。我给你们讲，我今天去迪士尼，我就是我特别特别特别，你最好是给我一会儿困了就早睡。他们问什么发型？啊、嗯哦，我还要卸妆。笑死你知道吗？今天李慧说，我今天披着头发去。嗨，娇娇宝贝，他说我今天一会儿扎大马尾，然后一会儿扎双马尾，结果今天一天下来都是一个发型。我说一会儿披发，一会儿双马尾，一会儿大马尾。算好，计划好了，我披着。哦，娇娇宝贝，你刚下播吗？宝贝，早点睡。下巴怎么了？就是一个长痘痘了，宝贝，不用担心。是被我打的？对，是被李飞打的，就是那个跟你们一起在海南晒了很久太阳的那个李慧，那个个子贼高，穿棕色丝袜的那个。哎呀，打死你！娇娇认识我吗？娇娇认识你不认识啊？你们俩认识你？谁都不认，谁认识？他认识，他不说话了，他。他刚才想李慧是谁？李慧是谁？娇娇宝贝，娇娇宝贝，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没关系呀、啊，宝贝，妈妈爱你。你在我脑袋里都有你的声音，好想你啊，宝贝。想我？想你啥？你滚呐、啊！不要脸。娇娇娇娇，乔呢？乔还不会还在反向倒柜的找他的礼物吧？得意吗？我没看到的，他是一个尾巴，一个尾巴。哎，刚有天使降临吗？怎么？什么？突然安静了是吧？因为没有 BGM 了呀。就是一个还在反向倒柜，你俩别反向倒柜，早点睡。当然，让你俩早睡肯定是不可能，但是你俩尽量给我早点睡。我老想毕业，耶！开心的一天。赵天阳跟我连麦，我不想跟你连。你有毛病啊呀，赵天阳。晚安，宝贝。接了呀。嗯，爱你仔。啊？怎么接了呀？
啊，你不是跟我连麦？哎呀，那谁怎么下播了呀？你不是想小我连麦吗？不想跟我聊天。我就是聊闲一下，你居然欠了，太欠了。我和李慧连麦，我不和他连麦。哼哼，挂了。哎，我们播到1:06吧，刚好就是卡一个时间。凭什么播到？我就要播到1:30哦。你为什么拒绝我，小马？无语，无聊，幼稚。马还能拒绝我？拒绝，李慧也拒绝。咋的？你以为我拒绝赵天就会接受你吗？你在想什么？我干嘛？我不跟你连呀、啊，没有情趣。哦，给慧慧上上票。情趣，对他下了 PK 是吗？上票，因为这个主播他没有胆量跟我比，他就下了，因为他冲不过我。对，哎，就是你们现在就看，哎，就是你们知道吗？比不过穿丝袜。抖音上有一个叫河马公主的那个女孩子，我知道，知道。哼，咋了？你们都是话，哎，就是，我关注了一个女孩子叫天总嘛，然后他们俩当时就是 PK， 我看了特别搞笑。我这种那个河马是模仿安妮，是吗？肯定是比不过穿丝袜的，穿丝袜太性感，还挺可爱的。怎么你不性感吗？你那更性感，太性感。你那穿的比我少，旁边的镂空。啥呀？你们在说什么、啊？露再多，看着也没有料。李慧吐了，还给我眨眼。看来你们都不认识河马公主啊！他们都不认识河马公主，他们 get 不到，我都 get 到了。他们不刷抖音，不给吧，不给贴。他们可能一刷抖音都是河，一刷一河没一河。估计都是，我以前就是我也是总刷见河，后来我就点不感兴趣。哎，我也是，后来就不给我推了。我一刷到就是关于我们团的，我就点不感兴趣。我也是，一刷到我们团就点不感兴趣。然后美美的睡了，那天说该睡了，刷抖音刷到啥？你们将睡了，你们一定这么晚，刷到啥？还有人没睡吗？还有人还没睡吗？东北炸鸡、那个。还有人没睡呢？还有人在吗？还有人没睡吗？凑不齐五个人我就下了，凑不齐。九哥怂，我来给你发弹幕支援一下。凑不齐五个人就下。哎呀！你们是逼我下，就仨人。差不多，我要放下播歌了。等一下，杨洋要放 Give Me Five。Give 什么 Me Five？ 你是 Give Me Five 呀、啊？我只是无语。你要 Give Me Five 翻多久啊？ Give Me Five 半个小时。Give Me Five， 十年你跳过吗？这一刻有多少话想说？这一刻有多少话没说？有多少梦没做？有多少梦还在等我？如果我唱的是那个，这一刻，噔噔噔噔噔噔，都不在调上。那个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四。好的，大家朋友们。打小马，打。下播歌。小马。晚安。我给你找首歌叫小羊，救命啊！谢谢个夜蝶朋友，谢谢，晚安。救命啊！谢谢玫瑰花，我还有一分钟呢。哎呀呀呀呀！我给你找首歌，肯定有首歌叫小羊。谢谢哈欠的吹点啥？肯定有这么一首歌。我给你找小羊。这从哪找的？从 QQ 音乐上。对呀、啊，你说。我希望要没有的话，我就放生日快乐歌。哎呀，为什么变成小王了？好奇怪。小王，小羊啊！别看我只是一只羊。有。小羊妹妹。老羊妹妹吧，这是。小马宝莉，我看了这个动画片。
好了，我挂了，拜拜，晚安，晚安，大家。